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K。 第一回合带你第一视角看产品。那最近呢，哈尔滨旅游的热潮呢席卷全国，其中有不少南方朋友想必都是第一次去北方。而南北啊温差巨大，广东零上20多度，东北零下20多度。南方的朋友呢去到东北旅游，在用机过程中啊可能会遇到很多未曾经历的事情。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模拟从深圳到哈尔滨，从南方到北方寒冷情况下的一些用机场景，看看新机潮里这些热门新品啊，在不同环境下谁最坚挺，谁的续航表现最好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找来了刚刚发布的荣耀 Magic 6 Pro、 OPPO Find X7 Ultra， 还有前段时间发布的 Vivo X100 Pro 和小米14 Pro 一起测试续航好不好呢？除了看手机处理器的能效以外，那电池肯定也是很关键的。前段时间发布的荣耀 Magic 6 Pro 啊，就搭载了第二代青海湖电池。直到现在呢，其实大部分电池的负极材料啊，基本都是石墨材料。但由于石墨的能量密度比较小，那无论是手机还是新能源汽车，他们都急需想办法在有限的空间下让电池容量做得更大。而荣耀呢，也就瞄准了硅碳负极电池，率先投入到手机电池的技术革新中。从第一台使用硅碳负极电池的荣耀 Magic 5 Pro， 到随后的华为60 ART、小米14系列以及最新的荣耀 Magic 6 Pro 啊，都纷纷采用了这种电池。当然了，荣耀 Magic 6 Pro 的第二代青海湖电池呢，除了采用了能量密度更高的硅碳负极电池外呢，还有什么优势呢？那就是通过自研能效增强芯片和都江堰电源管理系统，带来了低温环境下更好的充放电管理和能效。所以呢，本期视频呢，我们也会着重看一下这一点。那四款机器里呢，荣耀和 vivo 的电池容量最接近，其次是 OPPO， 然后是小米。四部手机统一充满电后继续充3个小时，也比较符合大部分用户晚上睡前充电的习惯。测试中所有场景统一亮度250尼特，音量50%，屏幕设置为最高分辨率刷新率，可以自定义刷新率的机型呢，一律将所有应用都定义为最高，插入电信 5G 卡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测试。那既然是模拟呢，那我们的测试就尽可能还原事件时间和温度。从深圳出发去哈尔滨坐飞机是最快的，在去机场的路上啊，候机啊多少有点无聊。那我平时呢，喜欢在这种情况下玩一玩王者荣耀打发时间。那为了更好的控制变量呢，我们找了几局战局啊回放模拟日常游戏。四部手机统一标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看一下。那为了更加严谨呢，每部手机在观战回放时呢，也都统一了这个角色视角。那好，现在就播放了4局王者荣耀的观战回放，总计游戏时长56分53秒。我们来看看手机的最终成绩。 Vivo X100 Pro 耗电 11%， 荣耀 Magic 6 Pro 耗电 14%， OPPO Find X7 Ultra 耗电 18%， 小米14 Pro 耗电 17%。 在飞机起飞后呢，想必大家平时坐飞机的旅途中呢，都喜欢看电影打发时间吧。深圳飞往哈尔滨的全程呢，大概是4.5个小时，我们就选流浪地球2吧。流浪地球2的总时长呢，是2小时53分18秒，vivo X100 Pro 耗电 15%， 荣耀 Magic 6 Pro 耗电 12%， OPPO Find X7 Ultra 耗电 15%， 小米14 Pro 耗电 14%。 那前面的测试呢还算温和，接下来我们给手机啊上点强度了。虽然去不了哈尔滨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哈尔滨的温度，是吧？我们特意租了一辆冷藏车，看看呢在这种相对极端的环境下，这几款手机它们的表现到底如何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测试。哇，怎么关门啊？哇，好冷啊！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进入冷藏车了，这里面的温度呢有-20多度，大家看我的哈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测试了啊，测试不易啊，希望兄弟们给点个赞吧。那去到哈尔滨呢，想必大家都会给家人朋友报平安或者分享自己的喜悦，是吧？那四台手机在同一群组内进行视频通话，测试30分钟，看看到时候什么情况。vivo X100 Pro 耗电 8%， Magic 6 Pro 耗电 7%， OPPO Find X7 Ultra 耗电 7%， 小米14 Pro 耗电 7%。那除了视频通话外呢，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分享啊去冰雪大世界蹦极的这个视频啊，所以在极寒情况下的视频拍摄能力也很重要。还是啊先录半个小时，录制规格为 4K 60帧的 HDR265。 vivo X100 Pro 耗电 18%， 荣耀 Magic 6 Pro 耗电 14%， OPPO Find X Ultra 耗电 22%， 小米14 Pro 耗电 19%。 那最后我们再挑战一下 5G 在线播放 4K 电影，这次我们看我非常喜欢的星际穿越，打开弹幕走起。那播放完以后呢， vivo X100 Pro 耗电 12%， 荣耀 Magic 6 Pro 耗电 11%，
OPPO Find X Ultra 耗电 12%， 小米14 Pro 耗电 12%。 那做完了这一轮测试呢，看看这四部手机剩余电量还剩多少。 Vivo X100 Pro 剩余电量 36%， 荣耀 Magic 6 Pro 剩余电量 42%， OPPO Find X Ultra 剩余电量 26%， 小米14 Pro 剩余电量 31%。那么视频看到这儿呢，我相信大家也能对这几款产品的续航表现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啊。荣耀凭借着最大的电池和 1.5K 屏幕，续航表现算是非常强悍，而且在低温环境下，在面对拍视频这种高功耗的情况下呢，荣耀的掉电控制是最少的。那 vivo 的电池容量呢和荣耀接近，屏幕分辨率也几乎一致，续航表现紧随其后。而 OPPO 的电池呢比小米更大，但最后的剩余电量却没有小米多，还是有很大优化空间的。那这次测试条件呢和场景也是相对复杂的，大家也能够大概了解到，如果你从南方去到哈尔滨做一回小土豆，那这些热门机型会有什么表现。总结一下，想要获得优秀的续航，大电池搭配优秀的电池技术确实是最有效的方法。那比如说采用了这个思路的荣耀 Magic 6 Pro， 第二代青海湖电池呢加上自研能效芯片加都江堰电源管理呢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之前编辑小伙伴在做测试的时候，玩游戏加重度使用也有8个多小时的亮屏时间，很残暴。荣耀的电池虽然最大，不过四款产品在厚度和重量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，这点还是很不错的。那除了续航很强以外呢，这款产品在整体配置上啊，像是卫星通信的表现也不错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体验一下荣耀的卫星通信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是在城区里啊，可能干扰会相对较多一点。现在对准这个方向，然后它就显示正在连接了，下面已经显示我们海拔和准确的经纬度，我们看它大概多久能搜到这颗星。哦，好，大概花了20多秒啊，现在已经显示成功连接到卫星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行卫星通讯了啊，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短信都可以，这个速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尤其现在我们在城区。那官方也建议在空旷场景下使用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 Magic 6 Pro 呢依旧很快就能够连接到卫星，如果是在空旷的地方应该会更快完成。那另外呢，这次荣耀 Magic 6 Pro 的影像表现算是改变了我对荣耀的刻板印象，尤其是长焦和影调，和我在用的 Find X Ultra 可以打得有来有回啊。先卖个关子，如果大家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多多点赞，我会把它当主力用用。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了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听到点赞评论推转发，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个好运，拜拜。